由細到大咧，都有一啲運動咧，好中意睇，但我唔識玩嘅。排球就係其中一種啦。今集我哋人才講壇邀請咗中國澳門排球總會嘅秘書長同埋理事上嚟同我哋傾下偈。一個國際級嘅賽事裏面不同崗位做到嘅工作，平時你冇機會接觸，喺透過一個咁嘅賽事，就會有好多咁嘅機會。有機會出去啦，參與國際賽事，其實對個人發展都非常之好咯。如果你係排球愛好者或者你係排球運動員嘅話，記住留意我哋今集澳門有線互動新聞台人才講壇，更多精彩內容敬請留意3月28號晚上8點澳門有線互動新聞台人才講壇。